刚好可以点下去。以后的话哦，你就点一下，然后 set 有没有？反正 title、message、pasty button 跟 native button，它最后就秀出来。这是它的一个基本的流程啦，哈。那也不用死记啦，你用理解的，好，用理解的。那再来就是，其实我之前有个学生还蛮有天分的，他是那个高中的繁星计划的学生，哇，他真的是有这个好天才，都用记事本全部打出来。我说你可以用 Eclipse，他说不要，我要用记事本，记事本从头到尾打出来。而且可以 run 得出来哦，然后那时候是他是考，我是辅导他考那个 Java 的证照，2个礼拜哦，我把题目全部给他，跟他讲完，他大概再讲2个礼拜他就考过了，又拿到证照了。哦，真的有些人是有天分的，但是他以前那个什么国中的机测，他说考56分，我想说56分是你平均56分吗？他说不是。总分56分，不是 PR，是总分56分哦，总分哦，哦，其实这种小朋友是，他不喜欢念书，他就是不念书，我就是他，我猜也不想猜，哦，他，哦，有倒扣，我想，不是倒扣，他那个一题扣一题，比如说是一题是扣1分，一题扣5分，哦，一题扣五满分，分300分，哦。然后考6分还是5分，我已经忘记，然后比如说社会科满分60分。这个地方大概有5个东西，也不用特别记，就是看这个画面，所以有的时候看图就可以知道了。所以有时候看图，我就知道哦，title、message 这些东西。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说，我们要来产生什么呢？我刚刚已经写了这东西，这个叫做在确定的时候有没有？我要能够做出一个取消，按确定就真的结束掉。那其实关键点就只有一个，就是 finish。我要把 finish 放到里面来，本来是 null 对不对？要把 null 改成这一些，那你会想说，哇，老师这些怎么这么多啊？有没有？本来是 null，现在变多少？变到这里，本来只有一个 null，现在的话呢，哈，变成本来是这样子，本来我是 null，但是呢，我要怎么把程式写上去哈，会比较简单。后来我发现一个很简单的方法，第一个，你游标放在这个什么呢？set 什么 pasty button 上面，对不对？它会告诉你说，哎，你上面就是说你要在，因为我们要建一个什么呢？建一个事件。这个事件的话是在这个 button 上面。那这个 button 上面它不是一个 button，它是一个什么呢？它是叫做 dialog interface。所以呢，我们 new 的时候，前面我们那个 new 是 button，对不对？new 个 button 点什么呢？unclick listen 呢？但是呢，它这个上面不是一个 button，是一个叫 dialog interface 的这个，那你可以怎么样呢？可以把它选取起来，或者你可以点击它啦，点击它，它会跳出来。跳出来之后的话呢，你也可以再跳出来那个画面里面呢，把它做一个复制，有没有？这边有一个叫 dialog interface，啊，我的习惯是直接在刚刚那个地方复制，Ctrl C 之后的话呢，回到刚刚我们的程式里面有没有？接下来就把 null 改成什么呢？如果你将来要在这个按钮上面哈，做什么呢？做一个事件的话，你就 new，记得要先 new 嘛，对，跟那个 button 一样，new 一个什么呢？new 一个 dialog interface 的什么呢？interface 的 unclick listener，因为要在上面建一个 listener，对不对？哈，然后呢，后面记得小括弧，然后移到后面加一个什么大括弧？哎，这个规则跟什么？跟前面不是一样吗？为什么？因为 unclick listener 后面一定要给它一个小括弧。哦，给它传参数用的，再来大括弧是去执行什么动作，对不对？然后再加一个后括，不一样，逻辑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前面记得要加一个 new，因为要产生一个新的 listener，它才有办法在上面帮你侦测嘛。OK，好了之后的话呢，游标放上去不是一样，新增未实做的方法，点下去，这个时候会自动产生这一个什么呢？这个 unclick 的方法啊，不要自己打了，不然这么长一串，说真的。很多同学都自己打，打完之后跟我讲说老师错有问题，好、哦，我每次都说你可不可以自动产生一下，哦，OK，自动产生就不会有这些错误了，哦，然后再来打一个什么，打一个 finish，小括弧，这样子再一个分号就完成了。这个时候你完成这一段之后有没有？
它将来呢按下确定之后就会有结束的功能了，整个就关掉了。但是如果你刚刚没写是一个null的话，它就不会 finish。其实主要就是透过那个 onclick listener 帮我们去执行什么这个 finish 的这个方法。OK 啊，所以这里的话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，就是说在 positive button 上面哈、哦、做这个动作。OK， 好，画面先还给各位来试试看哈、哦。记得就是先在那个哈、哦、游标可以移动到那个 set positive button 上方，那它会跳出一个那个说明的哈、哦，应该都会有说明。那有一种状况是不会跳出说明，那个说明是那个状况就是说，如果你的电脑没有连线的话，因为它这个说明是连线版的啊、哦，连线版，所以如果你电脑没有连网路的话，它就不会跳出说明了啊、哦。